们看到广民所成，其中的佛身成就，也就是佛身的光明，接到74页中间的部分，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自心不觉随意所愿得生其国。这地方呢是说见到光明的利益。什么利益呢？听说你这样光明的微神的功德啊，日夜在称赞，在宣说，那心呢不要间断，这样就可以随意的往生，随意所愿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为诸菩萨声闻之众所共赞叹，甚至为彼国的菩萨声闻共同所赞叹，称其功德，至其最后得佛道时，普为十方诸菩萨、诸佛菩萨叹其光明，也就是如是因、如是果，曾经如此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功德，等最后成佛的时候，也为十方诸佛所赞叹其的所具足的光明，也像阿弥陀佛一样。佛言：我说无量寿佛光明威神，巍巍殊妙，照业一切善不能尽。你说这约略说明佛光明成就，这也就是48愿的第12愿的愿文成就，也就是12愿也是光明无量，这个地方是光明无量，说明他愿已成就。一书的地方说呢，简单提一下，前面讲的是光明的果，后来讲其寿长远，这个地方先讲它的光明。光明先是正说佛的光明威神第一啊，然后照十方国土，接下来呢是说因光得明，就是像无量光、无碍光啊等等。那么遇到这个观，下面是说得到利益，得什么利益呢？其有众生一时光者，三垢消灭，身心柔软，欢喜踊跃，能够升起善心，就是得利益。是，接下来有闻光呢，称说得生彼国，你闻到彼佛的光明，称说就可以随意随愿往生，以及将来成佛呢，为十方诸佛菩萨所称说，这是12愿愿文的成就。然后接下来是13愿和14愿的成就文。我与阿难，又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这就是13愿讲阿弥陀佛的寿命无量不可称计。如令知佛，假使十方世界无量众生皆得人生，悉令成就声闻缘觉，都共集会常是一心，结其智力以百千万劫，悉共推算计其寿命长远之数呢，不能穷尽之其限极。也就是说寿命长远大家都成了二成人，声闻和缘觉都在一起，你去算这个寿命也算不出来的长远。声闻菩萨天人之众寿命长短呢，亦复如是。这就是十四愿里面所讲的寿命。声闻弟子们呢，数量之多，寿命之多也是一样，亦复如是，非算数比喻所能知之。这跟小本里面也是一样，小本阿弥陀经也是说声闻菩萨众的寿命以及他的人数非算数所能知之。又声闻菩萨其数能量啊，不可称说，到底有多少呢？这上面是寿长，接下来呢是众之多，不可称说。
再来它是德之圣，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这就是说它的德之殊胜，有如此神通广大。下面是众的多，也是说明众多。佛以阿难，彼佛初会声闻，众数不可称计，菩萨亦然。如整一重复上面的文呢、啊，大目犍连百千万亿无量无数，上面不是说声闻缘觉都在那里算数，不知道啊，因为目犍是神通第一，以这样来算数呢，都不能乃至灭度共悉共计较呢，不能究不了多少之数，到底是没办法了解。下面是比喻来显，它多到什么程度呢？比如大海深广无量，假使有人吸其一毛，就是拔一根毛，以为百分，就是把它分成一百分，以一分毛，一根毛把它分成一百分呢，就非常非常的小啊。你一毛呢，张起一地，这大海无量无边的广啊，张起一地以喻银河，其所低者以比大海何所为多啊？阿难白佛，彼所滴水比以大海多少之量，非巧力算数言辞欲类所能知也。有的人一根毛分成一百分，一百分然去沾水，那能沾多少水啊？你想想，我们一根花去沾水啊、我们送戒的行头行水的时候，不能沾水，里面沾多少水？还一根毛去分成一百分，然后去沾水，几乎都看不见的，是不是？比大海的水当然会是比喻所能够知道。所以阿难，如目连等以百千万亿那又他劫即比初会声闻菩萨所知数者呢，犹如一地，就像那就是说这太多了吧，是不是？那数字如此之多，大就像不知道的，就像大海的水一样啊。知道的呢，就像一滴水，一根毛百分而所滴的水一样。其所不知如大海水，那就是无量无边之多。这就叫什么呢？离情超见啊，离了众生的情见所能够知道。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够了解的事情。这个地方说寿命的残言，上面一段按吉藏大师所讲的，上面一段是光明，这一段是寿命残言。出呢四行半，应该有五行多，应该有五行多，它就是四行半呢，比名活的寿命，这名声闻天人寿长短也是如是。又其数能量，下面的数能量呢，众数会算数所能知，里面众呢非常的多能知，下面总的名是多少，下面探众德。佛以阿难下是遍三会之中，就是佛以阿难的初会所度的初会到底有多少啊，由说法义来合显示的之多，也是目连都没办法去知道它的多少，就用涨水大海的水来比喻其多。那么这一段是说明也身来名比众，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成就。这个法身成就使往生者的法身也能够成就，寿命成就，然后呢成就众多人，而他的德的圆满，得什么圆满呢？威神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也这样呢得着殊胜。那接下来是明其国土，就国土的成就，法身成就，国土呢又是如何呢？上面我们已经略明，这个地方是广明。明其国土啊，有它大概有那么几段，一个是事，一个是法，一个是人。好像科判里面有这个，那对着科判看可能会好一点。
我们现在是在所城是六叶，科判是六叶那个地方，往下。丙山，我们现在到丙山那个地方啊，是六叶的中间，丙山你们看见是吧？啊，48叶，48是大院，就是今天文分为二，乙一乙二，好，乙二呢又分成四点，四个丙，然后我们的丙山民籍国度，国度情况如何呢？一个是事专研，一个是法专研，一个是人专研。事专研当中分成宝树、祭业、讲堂、宫殿、宝祠，所以在晋颖珠的科判它都分下来，我这个地方只是略略包括这民籍国土这几点来说明就是了。它那个树到底是什么个样子啊？第一个呢，它所成的树啊是七宝，都是七宝所成，然后接下来呢，它的花叶呢如何来相间？这就这一段文说明什么呢？我们这段文也没有必要是一个一个字去解释，没什么好解释，你也解释不来。然后呢，我们没看过那花那个树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你怎么去解释？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把这段文念念看，我们一起来念哈。其有国度，七宝诸树，周满四殿，金树、银树、琉璃树、玻璃树、珊瑚树、玛瑙树、砗磲之树，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动合成；或有金树、银叶、花果；或有银树、金叶、花果；或其他的一种，常常也有这样，假借也可以假借出来的。有的鸟呢，把这树枝、树种啊，带到那个树上，然后它们长出来一颗，也有这样。它那里好几种啊，树根呢、啊、和这些树
骚，它长得都不一样，叶子也长得不一样，然后呢开的花也不同，然后结的果也是这样。比如说那个是什么呢？医德含重德，这就是医德含重德的意思啊。医有多多啊，这不舍医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说这就是不是我们世间的情形所能够了解的。而且这个树完了以后呢，风吹呀、然后还出种种阴声这就是极乐世界的殊胜啊。最后讲的行行相直，那就是说行列可观，它不杂乱，叫行行相直。那静静相望，这就是互相对称，知之相准啊，那好像照的跟假话一样，是不是啊？知之相准，夜夜相向，夜夜都互相对着。那如果你没看见，实在是说不来那是什么样子。你就夜夜相向，向怎么向法？向内还是向外？是吧？花花相顺，啊，时时相当。然后呢是这样，然后还有光化作光，不可胜似啊。清分就出微妙音，清分十发呢出五音声，微妙功声自然相合。这个音声，这是翻译的时候根据中国的五音，我们通常说五音不全呢，就是啊，所以就宫山角徵羽，知道吧？宫山角徵羽。这个字你不念真，念子啊，也就是相当于一二三五六啊，哆来咪嗦拉，哆来咪嗦拉是这样子。我是五音不全呐、那是唱歌唱不来。我从小到现在没有一首歌能够唱得圆满，可能就是那个东方红太阳升能唱，其他都不会唱，什么歌都不会唱，哼两句会这样子，哼两句人家一听说你这五音不全，对不对？就是这样，就所谓的五音，因为五音要和谐的，还有五音高低啊，怎么要和谐。那还有一种说法呢，五音有的有唇齿、唇舌齿牙喉，你没听说？搞音乐的人应该知道吧？你们谁会音乐？道明谁会音乐不呢？啊，唇舌就唇，舌头，齿。齿跟牙它分开来的，齿跟音可能是在扇或者怎么样，不知道。还有牙，还有喉音发出来，这也叫五音啊。中国的所谓五音是这样子。这是微妙宫山自然和谐，这五音非常的和谐。如果是不和谐，那音乐弄得不和谐，那就不好听了啊。最近好像中国有一个盲人的乐队到欧洲去演戏，怎么演呢？啊，不是盲人，他就是说残疾人呢，去表演，要表演是有盲人跟聋人来打法器哈，打乐器啊。聋的他借他的眼睛，那么没有眼睛的呢，借他的耳朵，是这样来要演奏的很和谐。那前面台上还有人在那表演，台上的表演，那这边的乐队呢要跟他的动作完全配合上来，
有眼睛没耳朵听不见的，然后盲人他耳朵听得见的，这样子来要很和谐的举牌的，那外国人看的就是拍手叫绝，哇，这也得好啊！就像那千手观音，那一群什么人？聋哑人，聋哑人他有人指挥的，在那里跺脚，他一跺脚他就变换动作，他因为根据这底下的感觉触感，他一跺脚，然后他就知道变换动作了，是这样子。因为后面很多看不见，你管纸后面看不见的，他不站在一个行列吗？是这样。最近也是到外面去演了，演的人家都非常的赞叹。你想想看，那些人他都能够发挥他的作用，那我们这些好好的人呢，要好好的修行，你说我们所有的功德都能够把它发挥出来，是吧？我们只是懒惰不肯修而已啊。这个呢，诸树，这是这上面讲的一切诸树，其他的一些树是这样，这么七宝的树啊，生长的种种样子。这个地方一书说，净土国亦有二出名，国度庄严，后名国人，国中人物美妙。那国度当中有四重，先名宝树庄严，亦有自然万种基业以下，下面就是下面选最后几段，又有讲坛，讲坛的楼观比我们那个讲坛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我们的人工造的粗糙不堪呢。内外左右一些宝池，这就几段。我们刚才科判上面看的就是这样啊。诸寺当中有宝树，我们刚才在宝树讲有种种音乐。音乐呢，还有讲堂、宫殿，还有宝池。市民呢有好宝池庄严，底下讲啊，那以宝树当中呢，前面是诸树，我们看的这一段是诸树，我们左边这一段呢是道场树，就菩提树了。诸树文中全是七宝所成，就这前面这一整段，前面它的体是七宝所成。市民呢？它的花叶相间，所谓花叶相间的枝啊、梢啊、叶呀、啊、果啊，它是互相的伸展。后别名呢，不是赤名，赤名行列可观，它不行行相直嘛，可观。新婚徐花下面呢，明出种种好的音声。不像我们这个树，台风一刮会怎么叫出一种声音，怪叫声音，听就会害怕，这样子叫。它那就不是说什么阴声呐、那就不是宫商和雅了，是吧？听起来那是怪声音，听起来会毛孔耸寒害怕，那里不是这样子。好，下面是道产树，这个道产树相当于28愿的功德成就，28愿也是。这么一种情形呢，就无量寿佛其道产树呢有高400万里，那个地方树高28愿也是这样，400万里。那么少功德人呢，那赞佛的愿力也能够看见。这段文我们也来念一下啊，道产树有无量寿佛其道产树高400万里，其本无量光焰照耀无极，真妙宝
这里描述道禅树的种种功德所在。我们先看它的树，这个树高到底有多高呢？就是没办法，这世间我们世间哪一根树有这么高，是吧？你的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能找一个树这么高的，40米都没有，是吧？这个400万里，其本就是树的根本长起来，根从根长出来的那个叫什么呢？就是树的什么树围。那周围呢有这个树的周围不是几个人能抱得过来的，有多大？5000由旬啊，周禅有5000由旬这么啊。然后呢，树枝它的树叶四部开出去，在那里好乘凉啊，多少？20万里啊！一切众宝自然合成，那些树的种种宝成的，而且还有这摩尼的，海伦宝众宝自然而庄严，那些树还有种种庄严。那旁边呢，还有周藏。还有挂的种种璎珞，种种颜色，还有种种光，啊，那一些宝呢，都来庄严那个地方。庄严完了呢，徐风吹动，吹这些宝，因为树旁边周围都挂满了宝啊，那就跟小本一样，小本里面的微风吹动，珠宝函数怎么样？出微妙音，不是？这里也是一样。演出无量妙法音声，无量妙法音声，不单单我们从小本看只是念佛念法念声，是吧？它是种无量音声，其声流布诸佛，还要到他方国土，闻音者呢都能够得生法忍住不退转，这种文明得度了，以及成佛道。如果耳根，这耳根听了以后耳根清澈，那么不会遇到种种苦患。眼睛看了，对的颜色；耳闻其音，那这六根遇到这样的种种情形怎么样呢？心以法言，皆得甚深法忍，都能够得到甚深法忍。所谓的那个环境当中呢，就能够做你修行的一个真善缘，以及不推转。到成佛，六根清澈，无诸恼犯。说阿难比沃陀罗呢，见此树者呢，得三种忍。这三种忍，我们在讲义里面好像有，是六叶音祥忍。什么叫音祥忍呢？这是根据净大师的解释，也就是忍慧心安以法，这名为忍呢。忍所以说有浅深的差别，故此分这三种。音祥忍，因为上面不是有出微妙种种微妙声嘛，微妙声的形声物节，知声无响，知声声音是因为响而发出来的，就是三地以凡菩萨所得，这三地以内的菩萨能够得到这个音祥忍。柔顺忍，舍权去实，什么舍权？权就言权啊，言说的舍掉而去以真实，通过语言的表达，然后呢去以真实。四五六地菩萨所得，无生法忍，正实离相，正诸法实相，正实而能够离一些相。七地以上菩萨所得，这三种忍。也就是说，见到树，听到树的妙音啊，眼睛看到它的颜色，鼻子所嗅它的香啊，以及尝它的味啊，身所处它的观，都能够得到呢这样一个殊胜的法忍。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这是佛的威神的缘故，才会使这众生呢环境如此之殊胜。这是佛的威神本愿力啊，本愿力，这是本愿力。这一句话是总，下面四个呢是别。本愿力故就是过去他的本愿力，他发了愿要成就众生，怎么成就众生？他的一切环境都能够使众生
做修行的真善缘，满足愿故，满足愿是愿心满备，愿心满了，他有这样的愿，然后呢他已经有了。明了愿故，求心的选择，他一直在因地不在，要求得这么一个清净的国度啊，是不是？明了已经显现了，明了坚固愿故，这个愿不会坏的，觉得这个极乐世界的殊胜是永远不会毁坏的，坚固愿故，究竟愿故，他终至不退啊，终至成佛不退的究竟愿故，就往生到那里去都正不退转，乃至一生不住。我告阿难，世间帝王，世间的帝王，那每一个帝王他都有会种种去享受音乐，宫廷的音乐他是最好，民间最好的音乐舞蹈他都会请到宫廷去演奏，历代都是如是。然后说那么有百千的音乐呢，以及转轮圣丸呢，乃至第六天之夜的音声辗转相胜，以至世间的王跟转轮圣丸不能比，转轮圣丸的种种音乐比不上呢，异界天的，比如说四天王天啊，四天王天在上去到立天啊，一直到第六天他们是在天的种种音乐呢，相比一级一级殊胜，然后一比上去的千万千亿万倍啊，第六天万种音乐呢不如无量寿佛的国土七宝树当中一种音声所发出来的，一种音声就这么好听，你听过吗？真的没办法去形容啊，是吧？啊，发出什么声音来了？好，来菩提树，你看到一个是树体，那里有五行梵文呢，是讲它的树的体应该是什么样的，高啊、广啊、大呀、啊、等等。微分徐动下名利益勿用，它为什么会这样好的殊胜呢？它无非是演出种种音声，使那些出往生的人呢都得到真善，使闻者得生法，又得六根清净。那下面举他本愿得利益啊，也就是说下面五个愿，他本愿利不满足愿故等等。那么下面是比较殊胜，就是这段文完了，下面是记业，就是音乐啊，其有自然万种记业，又其音声呢无非法音，就是它的声音是妙和胜，无非都是法音。清唱哀亮，清唱哀亮，这就是形容词，形容它都非常的清澈或者通畅，不会我们的音乐打打打有个卡在那里了，就是这样子啊。微妙和雅又非常和谐，如果演奏啊，如果有一个音乐打得不和谐的就不好听了，你看大型的那演唱啊，或者的那个奏响乐，如果有一个人他弄得卡在那里，那音声就不好听了，非常和雅，这是世间呢、啊、那极乐世界的它也是叫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呢最为第一，跟当世界当中去相比，极乐世界是最为第一。这个在观经里面，在观经里面呢也有讲种种音乐啊，观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段文，就是如果去观它、啊，观经的二十三页，就是五经当中各有百亿花船，无量器业以为庄严。八种清分呢，从光明处，五指乐器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啊，这里是演说，我们这里叫无量的法音呢、啊，那就是说在观经里面也是做如是观。好，那接下来是讲坛。和宫殿，其讲坛、精舍、宫殿、楼观呢，也都是七宝所占，这是它的体相。七宝庄严，自然法人。下面是庄严相，
夫以珍珠明月摩尼众宝以为娇落，覆盖其上宫殿上面还有种种的摩尼珠，娇落的互相交错的在上面，不是一种一种就显得很单调啊。比如说这讲台的庄严，在光经的二十八页里面也有这样的文，二十八页第三行呢，有五百亿宝楼，那个楼到底有多少，这里只是说有那么个宫殿讲堂宫殿啊，那到底怎么样呢？光经里面说有五百亿宝楼，其楼阁呢有无量诸天作天际，作天际音乐非常好，又有乐器悬处虚空啊，那乐器挂在虚空当中，虚空怎么挂？那不是我们想象的怎么挂啊？我牵个铁线，那就不是挂虚空了，是不是？如天宝船不古自明，此众音中呢皆说念佛念法念比丘成，只想成者名为初见极乐世界。底下还有宝树宝地宝池啊，就是说楼阁之多之庄严，楼阁下面有种种音乐。那下面是宝池，这么像一整段，像那个水池啊情况如何呢？宝池当中它的量到底有多少，有多大，然后呢那个水的情形怎么样呢，以及它的庄严相又如何呢？就是跟那个树啊也是一样，它的种种宝一含众啊，一德含众德，这么一个道理。来，我们念念就可以了啊。内外左右或二十三十乃至百千有群，众广深浅，皆各一等，八功德水湛然盈满，清净相洁，味如甘露。黄金使者比白银沙，白银使者比黄金沙，水晶使者比琉璃沙，琉璃
么好。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要造一个弥陀村啊，怎么造啊？你说那个水池有没有这样的，对不对？一个树你种不了那样的树，我们松树就是松树啦，天竺桂就是天竺桂，对不对？榕树就是榕树，那一到冬天一冻都给你干掉了，是吧？然后呢，池你看看，你要做个水池，要么就是花岗岩的啦，或者是什么水泥的啦，你再好，你再好就是进口的玛瑙做的呗，你这一种啊，你看它是这一种池里面，啊，有好几种的供的砖石，这样的沙，你说那白银沙哪来的？白银沙，我们白银沙哪弄去？对不对？你最多就是弄一点河沙呀，要么呢，这个海沙，对吧？那沙放在久了怎么样呢？它会从淤泥就会起来了。这个是世间，就是你造一个极乐世界怎么去造？我们人去造极乐世界是一个很颠倒的事情，真是很颠倒的事情，是吧？比如这是功德庄严，它为什么会一宝当中有好几宝都是功德的成就啊？一色多，多色一，这么叫一个华严的境界啊，就弥陀的功德所成就，众生往生到那里去也能够感受如是而已。那么我们看它的水池，水池有大有小的，或有十游行，或二三游行，乃至百千游行，纵管真钱呢，这个一等。如果是十游行，它也是如是这样啊。然后呢，八功德水，所谓八功德水有八种的功德，八种功德，这个在三藏法术回持点都能够查得到的。一个是清净，不臭，清忍，这个软美，那饮的时候呢调试，饮了以后呢没有重犯，这种八种功德，清净，不臭那我们这个水你放久了，一般的说，专家们说那些开水换泡了三天再喝就不行了，就会变什么呢？变得一种什么东西对人体身体有害的东西，这样子。我记得我们在家的时候，我小时候在家的时候啊，我妈泡一壶茶，有的天气不热的，换了十几天照样喝，我喝的也没啥病。现在我看看这样，通常的开水换了三天的，现在就算了，反正洗脸洗脚了，是不是这样子？那人们这么说，我们心善就产生一个疙瘩。然后说三天开水换三天，吃的有营养，大家都换三天。对不对？那人这么说了，精神就产生作用，这是为时所限的道理啊。而清，我们这个水啊，水本来它有分硬和轻的，冷就是说它不是。